OK，我们开始吧。2021年3月8日，你吃的什么？沙丁鱼，15克麦片，4茶勺8碳，564克杏仁粉。你怎么锻炼身体的？冷20腹，胸10站立。你睡眠怎么样？6/24，一半，1/2。你学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？大隐著巢式。你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？以晾衣杆为起点，可以增加灯的自由度。你觉得最难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兼容模式。你觉得最愧疚或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没有。你未来想做什么？做 3D 食物打印机的原材料。